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开箱的这款产品呢，就是联行郎小新的2020款。这款产品呢，之前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原因非常简单啊，首先时代酷睿处理器这就不用说了，最主要的是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 MAX350 的显卡。那么这款显卡的话呢，据说可以达到早年有一些游戏本的这种级别。考虑到呢，这并不是一款游戏本，所以才让外界对它颇为的期待。假如说一些轻薄本已经可以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游戏，那不是让人很惊讶吗？好，咱们一起来看看这款产品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用的是左边是这个泡沫加主机，右边是这个电源键的情况。先把这个电源键拿出来，抽。好，把这几个配件呢，咱们先大概捋一捋啊。设置指南，然后呢，安全保修指南先不展示了。充电器拿出来看一下，它呢采用的还是传统充电器的尺寸，但是这边用的是一个 Type-C 接口的这样一个充电接口。然后这侧的 A 端线材呢，它还是这种三相的。然后把这个先放到一边。好，接下来看产品本体。好了，那么首先产品本体这块呢，大家看到大小不是特别的大啊。那么 A 面呢，采用的是这种磨砂的金属材质啊，摸起来的话，是符合这个价位的啊那种金属啊，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小新的金属名牌啊，那咱们放大看一下，它其实是不是蚀刻在一整块金属面板上面的，而是呢在这边单独后加上的一个金属名牌。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啊，好像是这边是一个扳手，它是突出出来的啊，是突出出来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应该是摄像头，我们进去看看啊，是不是摄像头。然后这是 A 面就比较简洁了，没有别的额外的东西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地面，地面呢有两排很大的这样一个散热孔位，而且呢在它的散热孔位里面还有一层隐隐约约的这个网状的，但是看不出来是不是金属的。其他的话呢，地面这里头的螺丝排布，上方三个，下方四个，一共七个螺丝。然后我们看一下后方转轴，这种看起来是一个下沉式的转轴。机身的右侧两个 USB A 接口和一个 SD 的插槽，其中一个 USB A 的接口呢是可以承担对外充电的这样一个作用，这边有个小小的标识，好吧。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这里呢是一个 Type-C 接口，注意它标识的这个 Type-C 接口呢是充电接口，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使用 Type-C 接口来进行充电的话，那么就不能再用另外一个 Type-C 接口啊，这是有一个单独共享的一个口。然后在这个位置 HDMI 接口以及耳机接口咱就不展示了。好，那么就整个这个外观这边咱们大概看完啊，应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外观啊，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那大家觉得这个外观你打几分？满分十分的话，接下来呢咱们看是不是单手开合。预备，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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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大概是到135度左右。 C 面这边呢采用的是一种标准的笔记本的键盘尺寸，两侧呢有这种扬声器，然后中间的这个键位呢是孤岛式的键位，电源键在右上角这里，下方这里这个位置啊又是那种和表面处理一样的这个很小的一个名牌，名牌看上去应该是这种金属贴片似的。好，下方的这个触摸板，还有同学关心说触摸板的位置这个大小，这是目前最大的这个 iPhone 的尺寸，放在这里你可以大致的感受一下它的尺寸和这边的这个触摸板的这个尺寸感觉。这个充电器的输出功率，这边这个位置啊，最大输出功率呢是20伏 3.25 安，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正常的65瓦的超级本的一个输出功率。首先我们来瞧一下它的B 面，现在是一个浅色背景，那么大家呢可以大致看一下它 B 面的这个颜值的情况。它 B 面这个颜值在上方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凸起，它的目的呢其实是就摄像头这个位置给一个空间，它这个凸起的话呢又可以承担出一个类似扳手的这种感觉。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物理开关啊，这也是联想这个电脑最近这几代产品里面都在用的这个小的物理开关，在这个位置推上它你就没有任何的显示了。我个人建议呢，如果你经常就是出差啊，或者包括会有一些隐私的事情啊，就把这个就平常就一直关上就完了。然后我们瞧一下这台机器的一个简单的配置，看一下
联想，那么它采用的是时代酷睿的 1035G1 16G 内存，一整块 512G 的固态，英伟达的 GeForce MX350。 那么这个系列的这个显卡呢，据称是比前代的 MX250 的大概提升 20% 到 30% 的样子。作为轻薄本的话呢，肯定是要外出带出去办公的。那咱们来瞧一瞧，第一个它的重量1387，然后呢我们再瞧一下旅行重量，那么旅行重量呢是1726，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重量的情况。咱们刚刚开箱过这个超小型号的啊，这么小的一个 PD 充电器，那咱们不妨来看一下1500啊，这个还挺整装的是吧，挺凑整的啊。然后咱们来瞧一下这个65瓦的充电器是不是可以给它充电，那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给它来进行充电的，是没有问题。这边是一个充电的状态。那么对于外出出差的用户来说呢，肯定是越轻越好啊，这没有任何疑问，越轻越好。厚度方面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其实也不是特别薄的一台机器，这面看啊感觉还可以，但是呢它在下方这里做了一个器型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薄。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键盘的感觉，键盘的手感呢稍稍有一点点脆，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键盘，并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功能。然后呢我们来听一听它基础的一个外放的声音，好吧。行吧，大概就是这情况啊，它这个声音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说很震撼那个啊，没感觉。好，大家猜一下啊，咱们别猜最高也别猜最低，一会儿咱们猜猜中配置的情况下你觉得能不能够流畅运行。你觉得能流畅运行的同学打一个一，觉得不能流畅运行的打一个二。这么直接吗？我们调成中档位，注意看帧率变化。30是吧，中档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30。人呢？出来出来出来。人呢？打我来。打我。嘿。嘿嘿嘿。全都最低，看到了吗？然后咱们返回进来看一下画面。那现在的帧率是60多。这个卡是因为网络的原因啊，这不是那个画面的那个卡啊，但是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帧率的这个情况，好吧。现在的是所有都是最低啊，再说一遍，所有都是最低的情况。谁呀？这是啊，我这直播呢。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我们打开微信，选择通讯录，点开订阅号，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输入科技美学，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向我提问。每天呢，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果然它这个位置是一个指纹电源2:1的配置，但是你看它做的非常小，所以第一眼看上去以为这个不是指纹，但其实它是指纹。哎，那这个配置这个价格有指纹还可以，就这个位置看到了吗？很小，确实是很小的，看起来叫什么经验主义害死人，是不是？咱不能这个凭空就那么想啊，看起来它还是有指纹的，幸亏我刚才看了一眼，就是它，但是它很小啊，这么点，所以让人觉得好像没有指纹的感觉，其实是有的。然后咱们录入一下，还可以看一看它解锁的速度怎么样。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注意看，现在是登录界面，然后我用这手指。哦，那就可以正常登录了，就不用你再输密码了。这个速度就是这么一个正常的速度吧，差不多啊。这个版本咱们就直播的形式给大家展示完了，基本上该有的也都有了。